来看一下这个长条的塑料袋，这个是戒指盘。后面比较长，稍微用手托着一点。这个是技术，总共十个，来看一下这打印效果。打印的这个位置，我自我随便装了一下，啊，每张都有打印，打起来比较清晰的。太长就戒指不是很好接了。嗯。超出了我们这个范围了。嗯，这个黄色的袋子打印一下，你们可有点经验。看一下打印效果，我换了另外一种横排的字打印的这个位置，哪个都有，这就两种字了。嗯，嗯，就这样。这有点翘，所以我们前面要把它这样弄一下。来说错开的，我们换回去，下次要打深点。打印这个部位，每张都要打印。好的，没问题的。